毅力大考验。好啊，怎么玩？就是限时一分钟背柠檬塔的材料，就是什么什么粉几十几克那种，几十几克，我看一下，几十几克，就是好，我知道意思，功课 ，OK， 功课，所以我们要来玩一个记忆力考验，是，那有限时吗？时间上，刚刚说一分钟，一分钟要背完，记忆力不好。